广告创新师许俊顺两年前又被拿走工作次数强的想法，不但将创立的插手工作室和自家创立的品牌，更会坚持用旧的布料来做素材，除了古董创意和反驳以外，也都非遗的布料没有为新的生命。一种种用单人布料绣出来的洛阳衣，过整齐的空体格，发过来就看得到过台北用绣的玉环南龙香，当方还有属于绣嫩一个歌词，一啲作品都是艺术家许俊顺做出来的，从意想都想不到感觉的意，恰是挖到又不免想不到的欢喜。上下我跳看咯，上下啊我跳看，我做出来做出来看一下嘛。作品两面都做得感伤，煞表现出无相同的用眼感色，都因为许俊顺自家发明的手法，干线的准做画笔，干布的准做画布，提彩风茶风落落去去创作的素描插手。你像我自家的妈妈，每从我妈妈的其他姊妹。而自家发明的唔但抢也好，许俊顺最介意嘅作品嘅，佢太朴嘅阿美人相仿，随后用单人布嘅神签来表现历史嘅变强，嘛喺以味道嘅展现五星嘅温柔跟淡然，研究了五年，能研究出来嘅功夫。佢本身系是一两三遍都一只当好嘅看嘅球上，你要看伊到几多温度。做的人不应该按做起来变到难可以做内容的东西是按用。昨天是广告出现时的许俊顺，一直以来都是将银行的需求打出合适的出现，也决定由上司来创作做指甲，会坚持用无人爱的布料来拼叠雕钩。除了是因为自家从事环保，甲伊老古董以外，第二个心肝态度，抢有无用到的东西，无人讲的废物。客家新闻，请尊陈玉贤台北报道。